就没感觉了，没感觉了啊，无所谓。就这个，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吃年夜饭一般都很早，四五点、五六点，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四五点就吃了。吃完之后一般都是什么，家人聚在一块打打牌，打打麻将，喝喝茶，聊聊天，看看春节联欢晚会啊，都是这种。炮竹不能放，不给放炮竹了。小法，有人说你是大司马，我是他哥，他太菜。感谢易的幸运水晶。20分钟之前看不到我。哎，狗头的这个 Q 加强了，维加的加了吗？并没有。维加是不是应该 Q 炮车也翻倍啊？狗头翻4倍，维加不翻。哟，恭喜说不清的痛苦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啊！1000元现金红包，虽然不多，是吧？图个吉利。你这个人有点过分啊！我不搞你，你老是上来掏我。你再这么搞，我三级就要……哎，这个人他就捡技能，然后硬上来烧我。我没学艺，杀不了，杀不了，不用帮我。哎，套我兵，合法。哎呦，哎呦，重伤重伤，不跟他打。在我没我第一波是不会跟他打的，不会跟他换血的，没有意义。我叠我的黑暗祭祀。叠黑暗祭祀啊，炮车漏了一个，我不会耗他的。不会耗他的。哎，二级了，二级黑暗祭祀。这个人啊，就你看你玩，把自己玩的没血，我也不搞你，你这个英雄也不好耗我血，你非要强行的耗我干嘛？等我下一波出来，那我就要开始搞他了，因为我有大招了，有机会我可以秒他。两个很好，17层 ，Q 一下，2点，大型野怪，炮车，行，我找机会回家一波了，没血了，他也没蓝了，根本就无法阻止我叠 Q。好，我回家，算你狠，1000块。
你是没有踢的。二十分钟之前尽量猥琐啊。诶，歪了。25点。这个东西后期无敌。他跟狗头不一样，狗头是伪后期，他不是，他是真的后期。他后期真的很变态。跑车。我跑车又把他 Q 了。好，六级了啊，六级了，六级可能我就要搞他了。搞怎么搞他呢？很简单，先把这个。哟，他剑圣，四个人头。他剑圣抓我抓不到，扭曲空间，死死的控住，上前就框你，点我，上不来，算了，不好搞，有点勉强，有点勉强，我过兵线容易被他的泡泡给睡眠，不划来，他不过分我就没必要搞他，啊，吃个蓝 buff。安稳的双来，为什么女斩挂机？打不到我的，每过5秒钟我的法强都在增加，这是很恐怖的事情。我已经44了，额外增加44法强。他把龙拖了，这个剑圣有套路，这剑圣绝对有套路。好，有蓝了，很舒服，减 CD。不骚扰他，给他回家。哎，你看我这维嘉的打法就很怂，很说，就要说，不跟他搞，我不杀你，我维嘉只要能打钱，能叠 Q 就是优势。我的被动就是我后期最强的武器。来，这个剑圣可以搞一下，主 Q 辅一，打团无解。是个小鸟，叠一手，我可能要回家一波。这波快速推，这波黑暗物资多放一点。好，现在不回，我这一波回出来30 CD。感觉他有点那个过分了啊，兄弟，不要太过分。指他。好。算了算了，控不住他也清空。石头人来了，石头人来了，石头人来了。哎，哎，大塔不要怕，我接不上，不存在的。相信我，知道吧？我早就看到你了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龟嘎，舒服。91刀，70法强，完美。出 CD 鞋，算了，先追法强。我自带10%超燃，然后一个这个东西
二十，就是三十，再配一个女妖四十，刚好，那我就可以出法穿鞋。如果我不出女妖，我就出 CD 鞋。感谢 QUARES 送上的飞机，谢谢。炮车没闪，我要低调一点了。长一下，你只够亏吧你？啊？吃药，7-3，劣势好，劣势你们就能够感受到我维嘉后期有多变态了。跟这个英雄对线很舒服，他抓不到我，他无法给我压力。维嘉只要是这种节奏是必赢的，后期是必赢的，你放心好了，我后期很恐怖，很变态。现在给他烧没关系，他烧也烧不掉我，无所谓的。Q 完美，我只担心我的蓝不够用。这一套有虚弱，不是很痛。回家一波了，反正我有 T 无所谓，够了，30 CD， 太棒了。96到了中期，省一个大棒去，多个大棒的输出。过分啊，过分就给你来一套，一套你也吃不消。没事，哎呀，这盘还吵架，这盘就已经赢了呀，挡不了了这个。没事，没关系。哦，定做大招直接秒杀！哎，我靠，把我大躲了！哎呦，哎呀，他二发突袭把我大躲了。哎，你是胆子大，你别说。没事，我的扭曲空间又好了，我主 Q 辅 E 的。定他，哎呀，再追！啊，发突袭又把我躲了。是的，一我怒了，我怒了，5000元现金红包，等我杀人就送，我杀人不抽。说我菜的抠脚，行。是不是多了一点？少一点，少一点，改一下。哎，不好打是吧？
怒了，前后钱有点多，两千少，三千好吧，三千不少了吧？没事，放心好了，后期一霸，不用担心。再过大概五分钟，我就出山。暂时不用急，把这个剑圣杀一波，他们在打龙。我只能说他有点搞不清楚状况，你上把炸壶躲了我几个招，你这把没有机会了，没，你这把是没有机会的，黑暗物质。哎，这把你是没有机会了，三千元现金红包来一个，三个人头上路赶快去。他的剑魔在不停的发育，搞一下，哇，十二级！来，你还想出来？你还能跑了还？哎，终结。我 CD 起来了，40，160刀，团战随便打，我们有石头人、女坦加维加这三个控制，不可能赢的。我们阵容，我们的阵容，偷啊，那你偷，现在你只要我们团战看到你一次，你就死一次，我们直接打。啊，直接打！这一波他只要不甘心，想抢肯定没，肯定死，不用想的，肯定死。好，等我回家出个板甲，维嘉要出肉，肉维嘉很恐怖。一技能现在10秒钟，这已经很短了。因为我这个技能等于团控，知道吧？大招团控，莫非的大招都不一定有我好用。嗯，还手，大招黑暗物质。你躲不了好吧，你不是剑圣，这剑圣阿尔法突袭能躲，能让我的大招消失，让我的能量爆破消失，不亏，我只能说不亏，一换一。好，回家把上路搞一波来了，抓不到，抓不到，没有大招，但是我黑暗物质一级、两级黑暗物质就等于一个大招伤害了，很夸张，四百八，这把我可以来一首输出流，好吧，我来一首输出流给大家感受一下，其实出肉才是很厉害的，团战他们就垮。垮掉，全部垮掉，峡谷走起来，后期法强轻松上他个1800，能吃到火龙的话，他们现在没有一个英雄能够扛得住我的技能，不可能扛得住，很变态。
现在只能用变态来形容。走，别闹，打伤。哦，一套 check no， 想好了再上好吧。等一下，我不能被偷袭了，我杀人出。把我闪现逼出来了，稳一点。对面还是有点强的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！阵眼放了，团战混输。193-60，三个大棒都不敌我这个。没事，不需要出肉。这把就让他们认头上，谁上谁死。哇，伤害好高啊！哇，哇，这剑圣伤害好高啊！不过没事，没我高，我很恐怖。来，往我这边拉。算了算了，没视野，不敢打。视野差，来，可以打，这波可以打。要女坦上去留人，我不能上，我一旦被他们摸到，他们肯定是火力全开。520法强。嗯，你不知道我的伤害有多高吧？哦，我的能量爆破还没交呢。我的能量爆破，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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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你不是你不是能量爆，你不是，哎呀，剑圣，什么叫爆发？你可能现在明白了。他可能懂了很多东西。帽子，帽子一出就恐怖了，798，3000元现金红包，最后2分30秒。大龙可以搞一搞，他们现在要疯狂堆魔抗，不然受不了，太恐怖了。我这一个东西，任何一个技能打到就是炸，没了，他没了，没了，直接没了。保我，保我，想秒我，想太多，是你想太多。这个剑魔很刁，他看我没有意啊，就拿命闪现硬换我，很刁。但是对不起，还是很难做到。我来个女妖，女妖加法传棒。如果他们不出魔抗，我就不出法传棒，往我这跑。他一个剑圣没啥用，扛不住啊。他们必须要团战把我解决掉，解决不了是肯定赢不了。
我一技能好的又快，三个技能 QWR 任何一个技能都是致命的，任何一个技能。我没有大招，等一下我能量爆破马上好，好了好了，你敢还手还手，哎呀这也能把我杀了，还好杀人数15%还行还行，我们要是能吃一条火龙就好了，火龙对我提升非常之巨大。死了，跑不掉。这个龙要看一下，出个女妖好一点，以免他们跟我来一手鱼死网破，强行换我，拿命换。火龙，下一条火龙，恭喜草草499，3000元现金红包，恭喜你！不用怕，这个剑魔我来秒他，往我这边拉就行了，你只要往我这边拉就可以了。来，往我这边拉。对了，黑暗物质，把它定住，不要挣扎。哎，杀人术没吃到，中路中路中路，哎呀，中路出问题了。一个 Q， 不要去探黑，我们推中。小脆皮，算了算了。哎呀哎呀哎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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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他这个睡眠弹晕到我了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保护我，一定要保护我！我1000多法强，很恐怖的，1000多什么概念？你们只要围绕着我打，随便杀。把视野做好，视野不好他能偷我，视野好偷不到。1032，上上上上，石头人上，直接大招撞，池上你池 Musa， 啊，直接 Musa。谁敢上？石头人直接撞，大招直接撞，撞到一个死一个，没有任何人扛得住。我跟你讲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扛得住。你不用怕，你死了没关系，有我在。只要我不倒下，我的输出比温泉还高。好，我女妖了，女妖喽，给个视野。感觉这个大龙他们在打，我们这个去晚了，没打，小心。给个水，好好好。1040，下一条火龙一定要拿到，火龙对我提升巨大，因为我自身法强高，加的就很多。好，这次肯定秒的，啊，这次肯定秒的，后面有一个。偷袭！来大龙，大龙，大龙，直接搞大龙，逼他们出来，再帮他们找人，逼他们出来。大龙给我加一波法强，
想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1158。他们现在必须要离我非常远，一旦被我框在这个里面就没了。火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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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觉他们的法强法抗魔抗没有，他出来也没用，太脆了，血量太少了，出来也没用。我直接给他来一个这个加移速1200啊，火龙吃掉其大概8%。不要靠近，靠近就秒。你想干嘛？出不来，没用的呀，没用的呀，对吧？打不了的呀。1320，来一个蓝 buff， 加波法强。哇，哇，1350，你怎么说？一个能量爆破，送你龟嘎。他给我们杰斯杀。不给我杀，因为他知道我很恐怖，根本拼不了。杰斯倒可以拼一下。哇，天哪！我的天哪，1360，开什么玩笑？开什么玩笑？这个。啊！对面很是绝望啊！一个 W 就炸死了 ，QR 就没了，你不要动了！哎，你不要动了呀！就没血量是不看的，我不看血量，我只看位置。现在在我的输出没有血量这个概念。只有位置是否合适，大哥，我不做大哥好多年。怎么说？1631。嘟，刘少，太恐怖了，这谁顶得住？你说谁能顶得住？